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春云。你好，旁边这个是妈妈吧？这是我姐姐。姐姐。这是我儿子，这两个是我儿子。哎 ，Hello， 不要睡着了啊。对，那我们来合唱一下《安静》，应该都听过。哦，不然这位姐姐啊，姐姐先来一下《安静》这首歌，你会吧？一起合唱一下。OK。这种缘分，包容你对，只说他不如他。
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美国站到此结束，请观众依次序离场。周杰伦地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美国站到此结束，请观众依次序离场。